和电商的卖家。我们成功拓展了300多家门店，我们是一间完全轻资产的公司，因为在这300多间里面，我们只拥有一家直营店，其他是完全加盟。那接下来的5年里面，我们的目标是拓展700家门店，总共1000家门店。我们将会让市场上第一个发生的秘密，就我们下面的第一个秘密，下面我们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我们要做我们的冷链 door delivery service， 我们是第一家 door to door 完全用电动来解决冷链。第一次，我们能够在冷链上的地价钱，更重要的是这个市场的潜力非常的大。我们的人车一开始经历了很多的钢洞，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钢洞，主要可以把很多钢洞的农产品和鱼鲜分鲜产品带去全马来西亚90%以上的城镇和2、3线城市。所以我们在明年的第一个开始，我们会开启我们最大件的快递服务。那么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于我们有300多家门店的网络，我们的智能计算法可以帮我们降低30%的成本，这是马来西亚一个技术的突破。还有我们的拼多多系统，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其他有一个系统可以帮助政府叫加热来帮你做。那么我们是完全轻资产的模式，为什么？因为我们掌控我们的品牌，我们掌控我们的系统，和我们掌控我们整个基础的架构。各位，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团队。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是要找一个团队来投，投企业其实就是投人。全球的基金市场现在聚焦东盟，我们在过去的2年给很多的基金公司、私募公司和包括上市公司在保护，但是我们觉得时候还没到，价钱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进行 M&A。 接下来我们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合作伙伴 MCMC， 主要发展商业电商。我们是马来西亚第一个 number one 的电商平台，指定要求我们拓展东海岸市场，拓展东马的市场，来服务他们的顾客。我们是市场唯一一个结合冷链、结合科技系统，还有我们超过90%以上的覆盖率的物流公司。今天我们的估值只有5000万而已。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在接下来的5年，公司至少保底哦，我们的估值会去到6亿马币，也就是你今天的估值至少会有7倍的成长。这是我们过往的业绩的成长，平均每一年超过40%哦。我们的供求目标500万，10%是软件，25%是市场推广和营销，30%是我们的硬体，合作费35%是我们的营运。今天你只需要投10000块，那么接下来5年里面，我们会帮你带来7倍的回收。更重要，上市或者是 M&A， 它只是一个开始。给我们10年，我们会变成一家让你非常骄傲的本地物流公司。谢谢我们今天老师战队的阿超和王乐的加油。哇，可以太大气了，真的是紧张啊！同样邀请我们的大众同学拿起你的手机，我们准备要进行一轮的潜力值的调查，请做出选择。好，我们有剩下最后10秒钟的时间。其中69%对你的公司是有兴趣且成为合伙人的。接下来我会邀请另外一支战队的导师来挑战 Brian 的。其实这题不大，怎么选择我？你所谓的低价，什么叫低价呢？低价就是没有人要做，或没有人看到。就是说，是没有人要做，还是没有人看到居多？很多人看到，但是很多人暂时还不愿意碰的一块，所以是不敢做吗？不是不敢做，而是他们目前为止更
比其他的物料在做，但要开300家门店其实不容易。打个比方，某某的上市公司代理公司，他们目前为止的区域只有100多家而已，就只有30区。因为这些公司主要都是我们把服务上的大型民营公司冷静到地的这一块，但是有好几家公司尝试在做，但是我们创业的人都明白哦，尝试在做和一定要做，那就是两回事。